时了。姚一天又回来了。哎，这环境真好，山清水秀啊，很舒服。我们要找到村长，往那儿走，走了，走。哎呀，天气真好啊。我用鼠标点你会怎么样？啊，点我？他会跳起来打你膝盖。我干什么？哎，我在节目里还说过这句话。对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是不是？白鹿，你能不能站起来？我可以站起来打你膝盖。他很可爱啊，他真的，我经常刷到他的那个。我也经常刷到你，好可爱。各位玩家朋友们。请听一下游戏规则，点一下。你们怎么才来呀？村主任整理了外出经营3小时的门道，正在活动中心传授经验呢。快点去吧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就这个呀？对呀，你不知道很多 NPC 点上都是这种，就这有的没的，对对对。你们怎么才来呀？村主任整理外出经营3间小吃的门道。你们怎么才来呀？你们怎么才来呀？你们怎么才来呀？这戏太好了吧！你直接说你们回去吧，他就不行了。玩坏了。戏太好了，戏太好了。你们怎么才来呀？你们回去。副本任务一，获得经验手册。村庄内有多位游戏助手，其中有人拥有宝贵的经验手册，找到并点击他们即可获得经验手册，提升自己的等级。我们要找到村长。找村长。找村长。玩家朋友们，新的 NPC 出现了。太好了，终于出现了。叮咚。哎呦。嗨，我的表哥是我们沙县第一批出去开店的人，我也了解到了一些开店经验，分享给你们吧。好呀，谢谢。你真好，你们找的 NPC 怎么都这么厉害？不，这个不，这真的是有用的信息。哎，哎，他升级了，他升级了，哦、升级了吗？他升级了哦，一级了哦，我们升级了，因为他们有道具了，是不是？菜谱这是哪儿道具啊？掏不出来了，魏大勋，给我了。我的表哥是我们沙县第一批出去开店的人，我也了解到了一些开店经验，可是不是已经给你了吗？打了，这个聪明，这个，哎呦。太智能了，我懂了。我们点击之后拿到了这一份秘籍，就是我们升级的法宝。哦，真的？原来是这样。来吧，冲吧，冲吧，冲吧，朋友们，冲吧，来呀！幼稚，真幼稚，幼稚。快跑，快跑！交给他，充满激情。我来了，点到了，点到了。有秘籍吗？我再来一遍。你们知道吗？为了鼓励大家出去开沙县小吃店，政府还组织了免费的培训呢。没有秘籍？有。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没了。没有了。没了，白跑了。你知道你咋跑的吗？你要忘记穿鞋，我鞋子没穿上。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加油，晨哥！还有一个。好的。
大家好，我是鱼帮村的村主任。我们鱼帮村是沙县小吃第一村，最早出去做小吃的村民回到家乡盖了新房，并在这里传授开店经验，带动其他村民也出去创业。现在村子里的男女老少都过得越来越好了。我手里的册子是根据他们的开店经验整理出来的。现在只剩最后这些了。本队和王队，很遗憾你们比蓝队来晚了一步，这三本经验手册都将归蓝队所有。